我们公司呢，今年进了两台新车，一台放在北干，一台放在南干。这个因为市场哦，不可能一下子进那么多车，我们就逐渐这渐进式的啊，要不然成本很高。这个两台搞得在快一台车300多万，快400万，两台快800万。这个而且马祖的旅游季节，冬天做一半年，再做半年，一年做半年啊，所以这个我们用逐渐式方式来增加，这样会减少投资的成本风险在。